去年国境开放旅游回温，嘉义市去年旅宿业单数超过184万人次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单数业、营利事业、销售业今年一月到四月，更是比去年的同期成长超过30%。看好疫情后的观光，阿里山铁路每年全线通车，嘉义上悬的大楼101福祥大饭店嘉义店预定伫年底开幕。林务局北门车站丽兴大饭店也预定伫年底开始招商。根据观光局台湾旅宿网统计，去年嘉义市旅宿业单数人次超过184万，创下历史纪录。阮记十字观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，嘉义市观光休闲面向更是应夺全台湾第一名。市长吴明辉伫咧6月26号嘛带团前往泰国来举办着旅游推广说明会。看准旅游市场回温，位置咧嘉义市的西兴路德惠路路口的福祥大饭店，经过3天外的时间完工，34层的大楼高达136公尺，被称作是嘉义的101大楼。加上地下5层的空间，全部总共有400间的房间，是嘉义上悬房间数佮上侪的饭店，预定要伫咧今年年底开幕，目前招募员工当中。另外，林务局伫咧2006年委由洪都阿里山开发公司办理阿里山林地3合1 BOT 案，其中洪都以8亿取得地上权，兴建的北门车站、丽兴大饭店，爆发合约纠纷。2021年伫咧台南高分院调解，终结争议，由林务局以7亿5800万买回阿里山林地文资处办理饭店出产案。已经在11月底进行的公告招商。最新新闻，就听从王秀山刚一期采访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。好啊，今麦登革热做不一样的时阵，高峰期啊，咱要预防登革热，配保的4个口诀：寻道清刷，寻道清刷，对，经常去寻一下，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，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，好，循循看，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倒水，因为有一点点水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，减少那个积水容器，好，没必要的汤啊，咱尽量来运掉，好，啊，再来恁刷洗，如果咱老进水的汤啊，咱来给刷洗一下，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，遇到水就爆发来，好，啊，咱大家身体较健康的，好。谢谢。哎，大哥你好，我是市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。哎，阿姨，咱起来就得咱咧采用啊。好，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，好，啊，因为呢就这多会管理，所以咱希望讲吼，你会当像安尼，哦，做一种较大桶的，那迄个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。哦，啊，我做完收起来，你甲你包的就是用个6万的网啊发起来，好，安尼是一种管理，较袂有生登革热的迄种的斑蚊安尼。阿辉的感觉环境好，好，阿辉开始做问题，好，好，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登革热是由斑蚊传播的疾病，传播的速度会很快，请大家要特别注重环境的清洁。如果有废轮胎的地方要清除，否则应该打洞，避免积水。敏慧在这里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，最好每天落实寻道清刷，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。登革热的防治，大家一起来。是登革热，一定。